现在到了名古屋城的外围，这应该算外城墙吧。这它有的名古屋城，名古屋站，应该说来转来这个城的外城。没有，就是叫市域所站，就是名古屋城的那个市域所站的地下铁的那个出口啦。唯一是用那个木头做的，是吧？这不知道什么种的樱花。是东边的城堡，上那个城墙来照。那边的松树也是蛮漂亮的。走进内城，玩玉店。好的，听走走到前面呢。换个角度来照一下，这个角度比较漂亮。坐电梯坐到四楼，照一下，鸟看一下。这另外一头。他都是介绍的那个边手格。金湖啊，从地阶往上上。哦，这个最上面这个特别亮。吉祥谷比较漂亮一点。这个教室，是石器吧，做的还蛮精巧。排锁，那个排锁，那是一般的柜子啊，装的。这个是他们的灶。还有什么石环吗？那个刀筒，黑漆的，涂料，头罩，古代的武士呢，五个全身盔甲，
就那个洞哎。热的船呢？就是这样的。这边好像比较漂亮一点吧。这边呢，可以看到樱花。这边看出去，景色又不太一样了。这边看出去也不错。下楼梯，很好玩哦。从上往下，现在走出东城门，现在要回到名古屋车站了。